静苑是一座庙宇，南莲苑祠是一块古色园林，两个建筑物都是仿照唐代艺术风格设计兴建的，并且左右相连形成一体。静苑和原祠虽然夹杂在繁嚣闹市里面，但是入到去你会感觉到有一份出奇的平静的气息。你说它是都市中的净土，一啲都没夸张到。智莲静苑位于黄大仙钻石山，建于1934年，早期它只是一座佛教庙宇，近年经过改建之后变成一个有十几个不同庙宇的建筑群，还有一个古色的园林南莲苑祠，占地3.5公顷，由康文署负责管理。